英国白金汉宫、巴黎罗浮宫、纽约大都会，它不是这种大型的博物馆，但是它的里面的展品很有价值。它里面展品是有价值的，所以它曾经被遴选为1996年欧洲区最佳博物馆。那今天我们参观这两个地方，那因为我在台湾机场的时候有跟大家讲，我们如果不先走完，明天我们还要花时间再走。那我们到